你要去看医生了，你牙齿太黄了。你很久没有洗牙跟健康检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开始要进食12个小时。你要12点要去看医生，所以你要饿到12点。那看你牙齿有多黄，一层够了，要带去洗牙了。因为他吃湿食，所以就是牙齿会比较容易有那个牙结石。这是我们去年6月的时候拍的影片，那是我们第一次带咪咕去洗牙，顺便健康检查。这时候场景还在旧家。那刚好前两次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关于牙齿的保健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咪咕的洗牙过程喽。那就明天见。这里不能吃，你要进笼了，小乖乖，挤进去了。又在整床。走吧。先帮他抽完血，血液结果出来，我就会直接帮他洗牙。那你们就可以早点来带他，对，因为我一定会等到他麻醉代谢比较完全，都这样带。找哥哥秀秀，之前母母洗牙的时候麻醉还没退，咪咕也都会在旁边保护哥哥，对不对？肚子饿了，饿一整天，12小时。你在忙什么？你怎么？
么要跟人家抢？你刚刚不吃啊，咪咕要吃，你现在在吃，再帮他倒一罐、啊。看你的牙齿，你的小白牙，照光哦，哇，好干净啊！